广播室不能随便进，拜托，千万回救急！广播通知，广播通知，高三一班李林霄同学，高三一班李林霄同学，你的妹妹到学校后公园见义勇为去了，你的妹妹到学校后公园见义勇为去了，请尽快赶到，请尽快赶到。 你们尽管叫人，就是把你们校长叫来，这东西是你们撞掉的，也得赔。你们就是浪费我们时间呀！这可是进口药，特别难买。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是你们先撞的他，不是他先撞你们，知道吗？叔叔。 真没这么多钱，你闭嘴！你们看吧，这是我们买药的时候，人家药房给我们开的收据，1000多呢，就这药啊，上面还贴着标签呢。别给我看的什么收不收据的，第一，我不知道你这收据是不是真的；第二，就算你这收据是真的，我也不知道这药是不是真的。哎，我看你们就是想来的。不干你，我妹已经去教导处叫人了，你有本事待在这儿，等教导处来人之后把话说清楚。别生气啊，他们就是学生，小姑娘也不是故意的，要不就算了吧。 咱们自认倒霉，那不行，我们买药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看啊，咱们都磨蹭了快半个小时，小姑娘，你也不是故意的。这样，你们俩凑一凑，有多少就赔多少呗。我们自认倒霉，开什么玩笑？行，我现在给您。大姐，你有病吗？这俩摆明一看就是骗子，干嘛给他们钱？哎，又不是你摔的，我不跟你讲，我别碰他。 姐，哎呀，李尖尖，你数蚂蚱的，一直在这蹦跶。我让你去教务处找老师，你把凌霄叫来干什么？我确认教务处了，没人啊！你打我干什么？大傻了你去？去你当我傻吗？还见义勇为？要是对方有武器怎么办？要是对方有武器怎么办？你不是叫警察了吗？我听到广播就来了，上哪报警去？好气哦，让他跑了。 行吧，今天先这么定了，下次记得叫警察啊！李尖尖，咱们走，走，走。虽然你们见义勇为是做好事，但要是对方拿着棍子刀子，怎么办？你们学生斗得过坏人吗？ 我来教务处了，没人。那你都想到广播你哥哥帮忙了，不知道再喊一喊老师吗？老师，我是做好事啊。好事是好事，但是方法不提倡。等你们班主任过来，领你们回去，好好反省一下。啊。 教务处没人不知道教保安啊，行了，你别说他了，他能想到用广播找我，已经很大进步了。谢谢你们帮我，都是我不好，害得你们跟我一起挨训。我是李尖尖的同班同学，我叫齐明月。他是你同学？我不认识。啊？
把石板抓了。哦，我没怎么注意，不好意思。那你们三个为什么帮我呀？见义勇为啊！哎，说高又短了。 李尖尖，能不能快点？李尖尖，班长，你上次帮了我，我可以请你吃饭吗？我想吃冰激凌。 好啊，我们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哈根达斯。什么时候？你现在有时间吗？不介意带家属吧？不介意，是我的错，你们帮我那么大的忙，我连你的哥哥们都忘记请了。哦，没事儿。 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哥凌霄，这是我小哥贺子秋，这是齐明月，我们班班长，你们都认识。你们是表兄妹吧？不是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吃一锅饭。哦，同母异父，异父异母。那你们没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啊？他们都是我哥呀。哦哦哦，哥，小哥，你们看要吃什么？啊，你定。 我们家属自费。不用不用，我说了我请客的。哇塞，你太仗义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嗯，你钱带够了吧？我有500，你随便点。那我就真的随便点了。服务员，点单。您好，我要这个这个这个。嗯，好的。您需要什么？你觉得哪个好吃？这款香草口味最好。哦，那就香草吧。嗯，好的。嘿嘿嘿嘿。嗯。哇塞，混合的味道。 够吃吗？够够够够够够！你尝尝这个抹茶味儿，也很好吃。哇，香草味也不错。大叔，那我也尝一个。嗯，快吃啊，一会儿化了。 好吃吧？